2018已经过了一大半，辛苦了大半年，一定要记得好好犒赏自己哦。在繁忙的工作中，我每天都会给自己一个放松的仪式感，就是和我的偶类相见，涂抹间给肌肤倍加的呵护享受，再现元气满满的自己。年终犒赏季，偶类陪你晒出发，6月25日等着你开启无惧年龄之旅。